林長老、吳道長、廖校長、黃校監、各位校董、各位嘉賓、黃校長、各位家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年的畢業生 6B 班的梁燕，很開心亦都很榮幸今天受到老師的邀請代表畢業生致辭。沒想到今天這麼快來到，今天實在一個很難得的日子，因為我們終於要畢業了。不知道大家這一刻心情是怎樣的呢？我對於今天充滿了期待，但是也有很多不捨得，現在還有少少緊張，希望大家不要說錯話啦。畢業典禮代表著我們人生踏入一個新的階段，不再是中學生的身份，不用再穿校服，不會再受到老師的管束，可能吃飯還沒了少少優惠。六年過去，我們正式成為陳珠的校友。回想六年前剛剛踏入陳珠的時候，大家互不相識，懵懵懂懂，對中學的生活充滿了不同的想像，驚啲老師好惡，或者啲同學不好相處，還是那陣時的你正在想這間學校功課多不多呢？回想我小學的時候，覺得中學是一個很恐怖、很容易學壞的地方，但現在想起，可能真的自己電視劇看得太多了。在陳珠六年，我們越變越好，因為在這裡給了很多美好的回憶，我們一切都令到我們變成一個更加好的人。我們在這裡創造了不同的回憶，有喜、怒、哀、樂，每一次的陸運會、旅行日，在課室一起上堂的時光，為青春努力流汗的日子，亦都有不少的同學在這裡找到自己的興趣和目標，可能在學業上、舞台上、電子科技上、運動上，在這裡發掘了連我們自己都不知道的能力。現在我們都和身邊的朋友、同學建立了深厚的友誼，當我們越來越有默契和有共通話題的時候，時間卻將我們分開。現在還記得在班房裡面，誰最喜歡睡覺，誰最吵，誰經常遲到遲入隊，誰經常舉手說要去廁所，誰在飛機位上客，一切的回憶恍如昨日。在陳珠其中一樣令我很感恩的事，就是遇到一班很好的同學，大家願意互相幫忙，互補不足。在學業上有困難的時候，大家總是願意犧牲自己的時間去幫助別人。我們一起經歷快樂、開心、困難、挫折，一起成長，而這些真摯純真的友情多來不易，將來出到去社會要找一段真摯友情就更加難，所以我們要好好地珍惜我們身邊的良朋知己，亦都要藉著這個機會多謝我們陳珠的老師，多謝你咁多年來的教導，知道你們付出了很多努力，為課堂努力地備課，日夜在思考怎樣教導同學才可以令到同學明白，怎樣上堂才可以令到個課堂更加有趣。為了追趕課堂的進度，回到家還要繼續批改同學的功課和測驗，犧牲了自己和家人相處的時間。除了學業之外，你們更加擔心的就是我們的品德、行事為人。有時我們會調皮和你們鬥嘴，激嬲你們，而最令到你們傷心的莫過於就是當我們自我放棄的時候，但你們對我們卻永不放棄。
我哋會好好銘記老師們點樣用基督耶穌愛下我哋。老師，你哋辛苦啦。講到感謝，點少得養育我哋嘅父母親同埋愛惜我哋屋企人呢？冇你哋就冇今日嘅我哋。我哋可能唔善於去表達對你哋嘅愛同感謝，但其實我哋心入邊充滿無限嘅感恩。相信在座每一位同學都好開心，你哋今日願意放下自己嘅工作嚟出席，見證住呢個咁重要嘅儀式。睇到一下子我哋長大咗咁多，諗起一開始教我哋行路嘅時候，仲係碰碰撞撞。但而家佢放手俾我哋展翅飛翔，我哋可能有自己嘅嘢忙，對你哋關心唔多。你哋日夜勞碌賺錢養家，對我哋照顧無微不至，多謝你哋，亦都辛苦你哋啦。同學們嚟到至善美色，高中三年，我哋真係披荊斬棘面對挑戰。隊友第九堂，我哋成日都嘆曬大氣，唉，最衰嘅係我哋永遠都逃唔出放學長温習班嘅魔掌。再經過無數小測、統測同埋考試嘅戰鬥，行到嚟今日嘅我哋實在係唔容易。望下你左邊同埋你右邊嘅戰友，好好咁樣記住佢嘅名，以防十年之後對方同你打招呼，但係唔記得咗人哋嘅名啊！老師們，雖然你們逃離半天下，但是我們都希望你們會盡力地記住我們，不要忘記我們，因為你們是我們最尊敬的師長。今天之後，我們真的要各散東西了。有些人可能去了外國，有些去了台灣，有些留在香港繼續讀書，有一些直接出來做事，但都希望大家不要忘記自己的初衷，不要被人家定義自己的價值。同時大家也不要害怕失敗，因為很多事情不是做一次就成功，要不斷地嘗試和付出努力，好好地珍惜我們的青春，不要留下遺憾。大家各自有不同的夢想進發啊！最後祝大家前程似錦，好好增長，多謝大家。